大家好，今天一早，那是昨天放的鱼笼啊，不知道有没有。这穿个水裤啊，这早上有点冷。走，先收小的，大的最后收，看看有没有惊喜。这里有鱼，吹水了，吹水了，这一晚上又吹了好多水。这不有吗？有一点。你咋还没？这把鱼笼全部收起来，估计能搞个三四斤、四五斤。二两，有二两。喂。这个小鲫鱼，哎呦，放生，给它吃。我忘记有吗？呀，毛毛鱼，可以。这里面全是虾，不说好啊，厉害的，哎呀，可以啊，好来的，可以啊，每个鱼笼都有二三两，啊，细的能种，但是种的对，还有太里面一个，啊，贵的是太里面，六个，挨着的。这十个小鱼笼收完了，差不多有四斤，还有四个大鱼笼，对那大鱼笼比较期待呀，去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大货在里面。呀，看看有没有大货。来的是厉害，这样子还的。呀，拉不动。这样子还有。那小妞有吗？小妞不想上啊？拿着不吃吗？吃哈密哈？打不吹？咬头打个，是吧？哎，这大鱼笼跟小鱼笼一样啊，就那么点虾，奇怪了。什么？没喊我哈，我回去查哈。毛个水果算子，还是否则过去呢？呀！过去。有没打过？啊？有没喊？再干个的。一斤。他有这么干起来重吗？啥子买的？你在？这有半桶了，大鱼笼不给力，要不然这桶都要满。半桶虾，这鱼笼收完了，十五个鱼笼，六斤，差不多六七斤的样子。拉也拉不起，不是成的，一百一毛的，这里还有一点小虾米。师傅还算可以。全是肉，全是虾。现在回家了，走水路，不然抬不动了，太重了。这水要往这走。